3.2米的梁。那么做法呢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啊，还是那样做啊，画图是简单的啊。我在这里呢挑一些难点的啊，给大家做一下啊。首先图纸管理还是先分割出来，手动分割，框住，右键确定，点名称，好，双击分过的图纸啊，看一下这个图纸有没有错位啊，没有错位吧，没有错位吧，一轴一轴对着，二轴二轴对着的啊，没有错位啊，如果错位了需要我们定位啊，现在刚好。我们使用这个草图可以参考位置啊，比较方便。其他的地方呢大家都会做啊，小心一点都会做啊。我看一些我们绘制一下这一块的啊，这一块这个梁有点造型的啊，这个位置啊不好看得懂。这个地方这个梁啊 2L6是 0.7， 这个 0.7 什么意思啊？相对标高，相对标高啊，在楼层这个标高的基础之上啊，多了 0.7， 3.2 加 0.7 是 3.9， 这个梁是高出来的啊，其他的梁没有高，那么这个梁高起来啊，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柱，梁上柱，梁上柱我们前面的柱表里面并没有这个柱啊，那么你要找说明，说明里面说了，这里 LZ2-1 是180×180，四根14的钢筋，箍筋，底标高 3.2， 顶标高 3.9， 就顶标高 3.9， 跟它的顶标高是不是一样的？跟梁的顶标高一样的，也就是这个梁是高起来的啊，这个梁是高起来的啊，两边的低，中间的高，那变成个什么样呢？是一个拱起来的形状，对吧？我们同时对照一下前面的建视图啊，门口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中间高啊，这个梁高起来了，两边的低，中间这个地方高。好，先把这个梁上柱给它画上去一下 ，LZ2-1。新建一个柱 LZ2-1 180×180，角径4×14，好，没有其他的，箍筋 A6-200，脊子骨他没有说啊，没有说最少的脊子骨，两只骨，因为你只有四个角有钢筋啊，两只骨2×2就行了啊，一个大箍筋就行了，你要3×3没有用是吧，你只有四个角有钢筋呢，就一个大箍筋啊，标高 3.2×3.9，底标高就是 3.2 啊，诶，我们不对，层底是多少？ 3.2 也就是层底是 3.2 嘛，对吧，你打上去 3.2 也行， 3.2 3.9 OK， 好，然后呢再绘制这个梁，这三个梁我先绘制这一个啊，中间这个梁高，两边这个梁低，那么这个梁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变成什么样的？中间高，两头低，这个梁是不是一个斜着的呀？是个人字形的，这样子的啊。好，我还是先画这个吧。视频梁构件，点它，200×400，14×14。
估金 A8。200×400是吧？2B14，2B14 啊，分号割开。估金 A8 100，这里没有，估金直接是200是吧？侧面没有，好了，确定。标高，这个没有说有比较高差啊，那这个不改，确定。默认是局中的，这样画能识别制作吗？能不能？这边的没有制作啊，是不是画斜了？对齐一点。先要把这个梁也给做出来了啊，识别梁构件点。分号，2B16、2B18，分号隔开，上下部通畅级。估金 A8，侧面积好，这个也没有什么高差，默认层顶标高好，实现。这个要对齐啊。这个也给它画上去一下，识别梁构件选中，输入，哎，打到哪去了？这个也没有说有高差啊，但是它是一个斜梁啊，框架斜梁啊。我们画的时候这样画，直线类别搞错了吧？应该是一个框架斜梁啊，不是非框架梁。改一下，框架梁好。这个好像宽度不一样。我定义的是180是吧？那这是图纸的问题，咱们不用管它啊。图纸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呢，标的是180啊，但这个线画的不直啊，线是200啊。那这是图纸的问题，咱们按哪个为准？按它。这上面写了180，肯定按180为准，不能你自己量的啊。那就这样子啊。中间怎么样呢？让它高起来。现在先识别一下制作啊，这个可以识别了啊。刷新制作资格右键 OK。刷新制作，那这个也可以了，这个也可以了啊。OK。那这个呢？也行，行是行。但是中间像起拱怎么办？中间起拱，中间没有，那要把它断一下啊，打断。右键确定，点 OK。关于这个打断啊，操作的时候呢是这样，先点打断，然后过来选中这个梁，右键确定，再来选左键，选一个点，好。右键确定，好，就断开了。断开了之后，这边一边高一边低，对吧？在那个原位标注里面改也行，或者是在这个属性这边改也行啊。哪个边是起点，哪边是终点？这个也不一定啊。方向我们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啊，按键盘上
有一个 ES 键下面有一个波浪线啊，按一下就出来箭头线了，是不是？那重色往右，这一段这边是 3.2， 中间呢也高啊，跟这个梁一样高啊，变成了3.9。ESC 键先取消，那么这一段呢？这一头3.9，好，这样它就拱起来了啊。然后把它们两个合并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合并了啊。然后再注意最后上面这个梁，识别梁构件，选中。这个是非框件梁，180×400B14，分号2B14，箍筋 A6 150，标高加顶标高加0.7啊，也就是3.9，好了。点不住。然后刷新制作或者重提梁框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提示是什么呀？此梁类别为非框件梁，我定义的是非框件梁，对吧？它提示说啊，这个梁啊类别是非框件梁，并且呢是以柱为制作，是否改为框件梁？如果你点是，它就变成框件梁了啊。我应该是点是啊，点否，点否，不要点是啊，因为这个名称上面是 L 啊，非框件梁的啊。行了，你必须是这个做好了，这个做好了，它才能识别的制作，对吧？我把那个方向隐藏了，波浪线啊，键盘上波浪线这个啊。其他的还有一个那个标高变化的啊，这个地方有个梁，大家也容易做错，顺时针转一下，2KL1-2，它没有写几框啊，就是一框啊，200×600。识别梁构件，选中它，这些钢筋信息不出来的，这个截面信息也不上来，自己打了。这里呢没有下部通畅筋，是不是啊？那下部通畅筋就不写了啊，这个叫下部钢筋，其实写到这里也一样，因为只有一块呀，按它来来啊。啊，标高这里是1.9啊，括号1.9，相对标高啊，层顶标高加1.9，划线，对齐了没有？没有。然后制作的话，识别制作的时候啊，注意。我们转起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柱子是不是柱子的高度有问题吗？这个柱子没有这么高，我整个看一下啊，全部楼层看一下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子啊。识别制作的时候呢，重提，因为我现在是显示这一层的，这个柱没那么高啊。这是首层啊，首层，看它是两边这个柱，我们回过去看一下这个图纸。
首层这两个柱，它两头这个柱啊，C 轴和 D 轴这里这两个地方的柱啊，C 轴 KZ3，D 轴 KZ3 这两个柱，这两个柱有标高是到多少？零，负1.3到零，零到6.4，没错啊。首层就是到6.4，到热量上6.4啊，因为你现在这个是加了1.9啊，跑到上面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两头有没有制作？这两头有没有制作？有的那个柱呢，实际上在上一层，对吧？实际上在上一层啊，能不能识别到？现在能不能识别到制作？刷新。这里面显示三角，实际上不是这一层的柱啊，是上一层的那个柱啊。中间这里有制作吗？中间这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是两跨了啊，现在是一跨啊，所以呢，删除制作，点中间这个制作，右键确定，四，删除了啊，删除了属性里边，你要改一跨。啊，再看原位标注，它底下有个标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能是两跨呢？如果是两跨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标注不可能写在这里啊，下部是写在中间的，对吧？写在跨中的啊，原位标注底下。行了。啊，那么其他的梁没有什么难度啊，其他的梁都是哦，这两个地方的梁啊，这两个地方，我得先把相关的地方也给画出来才行啊。还原这里这个旋转啊，恢复。这个地方我先要把这个量画出来啊，这个也得画出来，才能做这两个，对吧？先做这个，OKL5 200×800，图层管理显示出来，识别量构件这个量。200×800，这是3B20+1B12，1A12，下部3B22，分号割开。啊，估计信息，C8，两只股，侧面积4B，标高没有说有高差的啊，实线。对齐啊。再重提，刷新一下制作啊。这个好了，然后这个 KOKL12 啊，我刚刚没有点确定啊，我刚刚识别连构件点它，没有点确定，200×800。3B20+1A12，括号下部3B22，估计
侧面四 B 十二，好，确定。刚才没点确定。好，这个是我重新定义 AKL5。那这个原来那个画错了，画错了，我选定，右键，修改名称，改成这个是吧？好，换过来了啊。然后这一个 OKL 十二一样的啊，这个也没有高差啊，直接确定了，然后关闭，绘制。对齐目标线，再点这个梁的边线。OK，刷新制作。好，然后这边啊，这个地方有个梁，这个地方有个梁。2KL13 建大样图，2KL13。好，就这个梁宽200，梁高。400写在这里的啊，不是800啊，OKL 十三，梁宽200，高400啊。复制一个，OKL 十三，200乘以400。200。在这里说明上了梁宽啊，高400，这是个立面啊。上部钢筋两根16的，2B16，下部钢筋2B18啊，上部16，下部18，箍筋 A8 200，好。侧面筋，他没有说啊，算了。行了，实现，刷新制作，重提两款也行。这样都这边提不到，为什么提不到啊？哎，这个标格错了啊。这个标高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个标高不对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做错了，就换了名称，但是呢，那个标高是没换回来啊。这个改成层顶啊，层顶标高好了。因为你刚才是错开标高了，所以它识别不到制作，现在就可以啊。刷新制作。哎，还是刷不到，还是刷不到，那就手工指定了啊。刷新制作刷不到，重提。哦，重提可以提到。一，有时候刷新制作不行啊，不行了你。重提两款，再不行了就手工制定啊，设置制作。好，这个梁是这样子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普通的梁啊，是这样普通的梁啊。但是我们图上要求的是这样，图上要求的是加叶啊，这种呢叫做加叶。我们找一下平板啊，往下翻，找到那个加叶。在86加叶，垂直加叶啊，垂直方向加了两个三角形，这个叫做
叶宽啊，这个叫做叶高。那这里加了个三角形嘛，叶宽就是这个边，叶高就是这个边，叶高叶宽。看图上有没有，这里叶宽931，叶高400，在原位标注里边标啊，原位标注往后，叶长叶高400，加叶钢筋，加叶钢筋，那么在这边2B14。好，就这样。加一个，我们汇总之后，这里呢是软件上呢，目前呢是没有给我们三位啊，没有给我们三位啊，三位看不到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啊，三位看不到，加一个就是这样斜的这样伸过来的啊。箍筋这边的箍筋就一个大一个小，慢慢变小了啊。慢慢变小，慢慢变小。三维看不到啊，三维是看不到的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箍筋显示的也不会说是那个一个大一个小，但是算量对就行了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看一下拼法啊。先说这个加叶钢筋计算怎么计算啊？加叶钢筋就是个红颜色的钢筋，怎么计算？这一段的长度会不会算？叶长一个叶高是吧 ？C1 和 C2 的开方，勾股定理嘛，对吧 ？C1 的平方加 C2 的平方再开方，是不是斜边长？斜边长这一头加多少？加多少？猫固多少 ？LE 这一头猫固多少？也是 LE 是不是？就是斜边长加两个 LAE 啊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手算一下这个结果啊，跟软件上对一下。这里931一个是400，勾股定理算斜边那是多少？931的平方加上400的平方，931的平方加上400的平方，好，再开平方，等于1013，加多少啊？这头一个，咱们先按平法算啊，先不说这个图，按平法是加两个 LAE 是不是？这头加一个 LAE， 这头加一个 LAE，LAE 使是30倍低吧，30倍低吧，这里也是二级钢筋啊，三级抗震啊，30倍低啊，30倍低，14是12，14。1013 420，两个猫过啊，1853。那么看一下软件，软件上看不到三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公式啊，加叶筋，加叶主筋一，主筋二，1853对吧？我算的是1853对吧？这1853就这么来的啊。1013就是那个斜边长，勾股定理算出来的啊，加两个猫固，这个30倍低就是猫固 LAE 啊，这是按平法来的啊，按平法是这样，这头猫 LAE， 这头猫 LAE， 中间这一段是勾股定理算的，但是看到我们这个图是这样吗？
我们这个图这一头呢不是弯，这一头还，这一头呢不是猫 L1 啊，这一头不知道，我们就按 L1 了啊，这一头呢就按 L1 了，这头不知道，这头是伸到头弯十五 VD 啊，伸到头弯十五 VD 那是多少？自己算了啊，自己算一下吧，公式改过来了啊。怎么算？那么大约这么三角形啊，这么来个三角形。这个高是多少？800。然后呢？这个地方是终点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终点啊，上面400，下面400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求哪个边呢？斜边长，这样再画个三角形。这个高是多少？400吧。400跟8001:2，是不是啊？三角形相似性啊，这个边是400，那这个是800，那么斜边呢？斜边的长度，哪个2倍的长度？这个不就终点了吗？这一段长跟这一段相等不相等？相等了啊。这段长我们刚才不是算过了吗？931的平方加上400的平方，是不是？931平方加400平方，1053啊。那这一段呢，也是1053啊，就是然后再多一个15 BD，对吧？1053啊，1053，我改一下公式啊，1013啊，把这30 BD 给它改了。再加一个15 BD，啊，是这样吗？另外一个，弯钩，另外一个也是，另外一个主筋，两个主筋嘛，好，OK，就是一共是四个，加一个筋，对吧？这边两个，这边两个啊，什么弯钩啊？这个地方画这个钩呢，是不应该有的啊。我这是2级钢筋呢，对吧？不是光源钢筋，不应该有180的钩啊，不应该有。如果要的话，你再加6.25倍的 D 啊。如果要的话，加上去吧啊，再加一个6.25倍 D 啊。其实可以不要啊，它图上那么画，那么这里呢，你想加就加上，多算一点啊。我们这里是带热钢筋啊，如果是光源钢筋，这个地方必须180万钩啊。现在这个图上是这么画，是这么画啊，其实这个是设计有问题啊，它不要是可以的啊，我们知道就行了，我们就转上去啊。将来如果图纸变更的话啊，施工的时候啊，这个规定了是吧？不弯，那你就不弯啊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改了公式要干嘛呀？一定要锁住啊！不锁住的话，如果你不锁的话啊，哎，锁不住呢？浮士图没有，锁住了它会变一个颜色的啊！选定，重新来。锁定，好，是这样才是锁定了啊。锁定之后，这个公式就锁住了啊。如果你不锁定，重新汇总，公式又变回去了啊。因为这里的平法上是这样，跟图纸的要求不一样。那么这中间这制作啊，我们这个例子呢，就是一跨是吧？如果是多跨啊，都加页的话。
那么中间制作家业，这个钢筋会这样放啊，连通起来啊，这个长度会不会算？两个斜边，这个是梁宽，柱宽加两个 LE， 是不是啊？我们86页这里这个图啊是垂直加叶，上面是水平加叶。目前广联道软件呢，水平加叶处理不了啊。目前软件处理不了啊，基础梁可以。在图有些图纸啊，给你的图纸它有没有加叶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这个图纸给你了一个大样，是吧？别的图不是这样啊。平法里边要求啊，加叶是这样注写的啊。那么回到27页，27页这个就是竖向加叶的啊，怎么注写的？这样比较实啊。这个是水平加叶，垂直加叶是这样注写的啊 ，YC1×C2。但这个表示 YCC， 这个是垂直加叶，就竖向加叶啊。如果是 PY， 表示啥？这是水平加叶。这个是竖向加叶，都写了个 Y500×250，就是叶宽、叶长啊，500，叶高250啊。水平加叶500×250，水平加叶目前软件上这个处理不了啊。行，那另外一个 2KL3 这边这个啊是这个图了啊，200宽300高，200×300，200梁宽梁高300，上部钢筋2B14，下部钢筋2B14。这个还有什么箍筋啊 ？A8200，好。啊，这么换上来刷新一些制作。好，这个呢也是要加叶的啊，这个也是要加叶的。按照说明，按照下面这个大样图，这个是一个圆弧形的，下面是个圆弧形的啊。但是我们平法的话呢，没有这个圆弧形的这样的啊。我们算钢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近似的这样子啊，把它改一下。这个钢筋圆弧了没有？没有吧？好，那我把这里这样变成直的。这样变成直的，这样变成这个边给它稍修改一点点，是不是就是加叶啊？没有什么影响的啊。那么这样你变斜点，钢筋不受任何影响啊。你算混凝土的话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啊。这样斜的，那么可以测一下。它没有标长多少高多少啊，测一下，高是直接告诉你的200，对吧？当我们量的时候是800，那是有比例的啊，你要除以4是200。那我叶高是不用测了啊，叶高就是200，叶长呢，长呢从这量到哪位置，这个地方稍微往右偏一点点，是吧？偏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子来啊，叶长就
这个了，叶高是不用量了啊，叶高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到，这里不做不到啊，798，注意哦，这里稍微有点点误差啊，就是200高了，对不对？173我要除以4啊，173我要除以4啊。433，那么取434，好吧？434和200，原位标注，长434，200，钢筋，这里是2B14。这个呢它并没有说这头猫多少，那我们就默认按平法来啊，那就不用改公式了啊，它并没有说伸到头啊，按平法来，猫 LAE 两端猫 LAE 啊，行了，那么加叶钢筋我们还注意一个地方啊，它这个箍筋的问题啊，这个箍筋的问题啊，现在它算量里面的箍筋算的都是一样大的，看是不是啊？实际上，这个箍筋呢，你想想，能都一样大吗？肯定是慢慢变小了，对吧？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箍筋大，然后慢慢就变小了，对吧？那它算量的时候怎么算的？这个是加叶箍筋一，怎么算的？这个是涡丝九160，是这么来的。梁宽是200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公式，200减去两个包围层，梁宽是200，高它用了一个589减去两个包围层，这个589从哪来的？我们梁高是多少？我们连高是400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变高了嘛啊，那么它是求的什么呀？求的什么呀？平均值啊，平均值，这个地方是高800，那你这个地方是高，中间是高400，800和400平均600，600呢它这个地方取的是多少？589，不是600啊，这样来准确的话呢，你可以在 CD 里面呢模拟一下啊，因为有一个起步局例的问题啊，第一个箍筋高多少啊？是高600吗？高800吗？为什么不是啊？因为这里留个50的局例啊，它就没有，如果仅靠得住呢才是800高，对吧？它有50局，有个局例啊，那咱们在 CED 里面呢可以准确的模拟出来啊。画一条直线 L 800，然后欧偏移50，931是从柱边算起的啊，931，加叶，叶高是400，对吧？400。往上偏移 ，O 偏移400，那么它是这样子啊，这样斜的啊。是不是啊？
啊，那边我省略了。就是这个柱子，这个地方是800高啊，这里是800高，这里变成多少了？400高了啊，这变成400了。那这个加第一根箍筋的离柱边多少啊？这边是柱啊，这边是柱子啊，这边是柱子了啊。第一根箍筋要往这边来50啊。50，好，那最后一根箍筋呢？最后一个偏移，这个也往这边来50，也要，这边箍筋继续嘛，是不是？直接就这样子啊，不用了，那就是这个箍筋是高。那就不是800了啊，肯定比800小。最后这个估计变成400了，这两个取平均就好了啊。这两个取平均啊，取平均的话，我找到终点啊，这地方打断，这地方打断，找到终点啊。那么实际上我算出来这根箍筋就行了，对吧？算出来这个箍筋就行了，根数是一样算的啊，因为间距没有稍有变化啊，就高度取这个就行了。它实际的高度是这样，慢慢变小啊。我们算量，按平均这个，看这个多高。是不是589啊？这589是不是这样来的？对吧？它是按平均算法啊，根数不变啊，根数是没有什么变化啊，根数仍然是因为间距仍然是一，加密序是100啊，非加密序是200啊，间距都是200嘛，根数是这样算啊，我是算第一根箍筋，和最后一根箍筋，算中间那个啊，它们两个中间那个啊，平均的大小。好，这个580就这么来的啊。好，那么你们这个下去之后啊，把这个收藏的全部做完一下啊，其他的量比较简单了啊。